Let me go， 桃园队终结者陈宇勋，记者于成盼摄影分享强忍对阿妈的思念。Let me go， 桃园队终结者陈宇勋昨天在九局上登板守城，拿下本季第33次救援成功，确定成为年度救援王，只是如今已没机会亲自把这座奖项送给阿妈，赛后他泪水溃堤。过去阿妈就是陈宇勋的忠实粉丝，但他两年前发现罹癌，日前病情恶化，陈宇勋往返球场和医院，没有因情绪影响表现，只是最终阿妈敌不过病魔，在8月21日过世。陈宇勋昨天送阿妈最后一程之后，还是赶回球场。我知道我可以请假，但是他阿妈一定会要我来比赛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九局上登板帮球队守住胜利，陈宇勋独自走回休息室，悲伤情绪在赛后宣泄，谈起阿妈时止不住泪水。他之前常来看我比赛，我今年生日那天他已经走路不方便了，还是做生日餐给我。陈宇勋本季在救援榜上已没有对手，确定成为年度救援王，只是因为阿妈的离开，也让这座奖项留遗憾。我想把这个奖送给阿妈，可是来不及了，但他化悲愤为力量，还要继续为阿妈努力。我知道阿妈有在看。